您好，我是台湾传播媒体协会主播陈建宁，欣鸿你们在台湾圆山大饭店举办的台湾世界博拿大佛塔新闻发布会，感觉非常的成功。今天记者再度造访世界博拿大佛塔协会，请问你们对博拿大佛塔结缘意义与未来的发展方向及世界遗产文化的定位是如何？谢谢。谢谢主任。我们昨天在圆山举办了新闻发布会，这次在整个世界博拿大佛塔在台湾是有一个起源的。那我现在我现在是中华大佛塔协会的理事长。那我现在请我们的理事我们的蔡秀玲那个秀玲姐来把这个的起源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分享。来，我们欢迎一下我们的秀玲姐。各位大家好，我跟着我们礼部天上师葛当巴法王也超过十年，那当然都有这样的缘分的起源。那我们上师当初也是因为尼泊尔1500年的世界文化遗产博拿大佛塔，他的祖先预言交代100年后会有一个圣者会在台湾转世来成就大佛塔，所以交代他的后辈子孙一定要把他找出来。所以历经了10年的寻找过程，庆雅喇嘛派着他的女儿来台湾找到了我们的葛当巴法王礼部天上师，来认证传承这个1500年的世界博拿大佛塔然后后来就有一路的认证的过程，还有授予证书。这整个过程里面说来真的是点点滴滴，话很长，那我就在这里简单的说明这个起源是来自祖先的预言所以这个我们没有办法用一般人世俗的想法来想通它是怎么样的一个因缘那我知道的就是简单的跟各位这样的阐述对这个谢谢秀玲姐。那这个就是葛巴当法王上师这个特殊的因缘跟机缘那他在台湾出生，所以他的宏愿就要在台湾盖一个世界博拿大佛塔，把这个世界文化遗产在台湾设立一个新的地标。大家好，我是住在日本东京的萨布莱米狗音景美惠子，我是世界博拿大佛塔的日本代表。那我这次回来台湾呢，是来参加世界博拿大佛塔在台湾的记者发布会，因为世界博拿大佛塔要在台湾盖全世界第二座。那我就是通过我们的博拿大佛塔基金会的理事长陈立芳女士，然后我其实是他在日本妹妹。那我姐姐告诉我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当初在想为什么要来盖大佛塔。那后来见到法王，听了很多他们跟我说的话，但是自己很莫名其妙的很多的感觉，就是从自己的心里一直告诉自己台湾世界博拿大佛塔在台湾盖成了以后可以传承这个文化给全世界，而且可以造福台湾的每一位老百姓，让大家更加的健康，更加的平安，而且让世界更加的和平。所以也是自己的心一直告诉自己，所以我要在台湾通过这次来台湾，然后我回到日本，我会向全日本还有世界各地来把这个信息传递出去。这就是我这次回来台湾的主要的这个使命吧。对，就是整个世界博拿大佛塔不是只有台湾台湾将会设立一个新的地标，一个文化遗产的传承这个是最重要的，让全世界可以看到台湾不一样的台湾。
所以由我们秀玲姐陪着上师一路走来见证，加上我们日本代表，我们将走向全世界。因为建立世界文化遗产在台湾，会让全世界看得见台湾，听得到台湾，台湾将会是一支我觉得世界的独秀。Om Mani Padme Hum, Om Mani Padme Hum.